谢张兴国中的弦乐团和合唱团的孩子们为我们带来《基督在我们内成了的光荣的希望》，也是2016全国圣体大会的这个活动主题。那么在这个演出之前啊，张兴国中的孩子们特别跟大会透露，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希望啊，希望能够跟今天到场的副总统陈建仁陈弟兄一起合拍做一个非常珍贵的纪念。我们是不是有请陈副总统到台前来，我们跟所有张兴国中的这群音乐天使们一起拍张照，也有请罗凤平女士。好，在他们拍照的时候要提醒大家，从今天早上的10点钟到中午的1点40分，我们在102室有和好盛世，那请大家把握机会。